这个都可以。然后它这个地图就全部是德语了，是吧？对。然后那个语音播报也是德语吗？语音播报在这里。前面一步，这里第二个。这个不是意大利语，第一个这个对，这个语音播报，然后就可以选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是男士的声音，一个是女士的声音。